请中国民歌大会主持人朱军、董卿。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歌大会第二季又如约而至，和您见面了。今天是国庆佳节，来自祖国各地和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欢聚一堂，以歌会友，彰显民歌的魅力，分享民歌故事，传播民歌文化，普及民歌知识。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之美、音乐之美、自然之美、信仰之美。文章何时而著，歌诗何事而作，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当中，有多少民歌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民众之声音，而留在了几代人的心里。今天来自天南海北的民歌爱好者将在这方舞台上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国民歌的浩如烟海和源远流长。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请允许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来到现场的五位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李月红。再一次的欢迎各位专家，欢迎你们。同时呢，在我们的现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各个行业、不同年龄的民歌爱好者，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民歌大会的规则。中国民歌大会分为个人争先赛和擂主争霸赛。第一轮个人争先赛，四名选手分别演唱两首民歌，由嘉宾和百人团根据选手表现分别为两首歌曲进行打分。请打分。你这两首歌啊，选得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同时每位选手要进行三道题目的考核，选手和百人团同步答题，选手击败百人团的人数即为该选手的分数。我们来看一下你击败了多少百人团的选手。应该会答对的。祝贺你答对了，这个真是一个高分了，出乎你的意料吧。演唱得分和问答得分相加为该选手的本轮最终得分，得分最高的一位将与下一期得分最高的选手共同进入擂主争霸赛，争夺擂主席位。百人团中答题速度最快、正确率最高的一位选手获得本期中国民歌知识达人称号。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大山深处的灵魂工匠苏文。我叫苏文，来自陕西榆林清涧县，我是一名泥塑手艺人，也特别的喜欢唱民歌。我是这一期的第一个出场的，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十几
周老师好，你好，你好，自己觉得唱的怎么样？发挥的还可以，还可以，对。那来，我们来看一看，由各行各业的民歌爱好者组成的百人团，根据苏文这一轮的表现，给出你们宝贵的一分，请打开评分通道，请各位打分，请关闭通道，请量分。哦，我们看到这个环节真的不得了，获得了92的高分。我想你从一个民间的泥塑艺人，现在呢又成了一个应该说小有成绩的民间歌手哈。我想这其中你可能也经历了很多。其实捏泥人呢，他锻炼了我观察生活的一个能力、啊、对。我师父介绍给我说一句话，就是民歌他本身唱的就是生活。你师父是谁啊？我师父是王向荣。来，那让我们掌声有请西北歌王王向荣。向荣啊，哎呀，来嘞！我一看你见这个娃娃，就一马高兴的不得了哎。我倒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就看上他，收他为徒弟了呢？他对父母特别孝顺，他是一个好儿子。嗯。他对家庭特别负责任，他是一个好丈夫。哎，他对娃娃可好了，他是一个好父亲。我明白了，您看上他其实不单是看上他唱得好，最重要的是看上他人品好。对。来，我们接下来看你优异的表现，请进入答题区。欢迎，你好，苏文。周老师好。欢迎进入答题环节。首先要祝贺你在第一轮演唱获得了一个好成绩。那接下来你要回答三道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听题。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按照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请问诗经中记录各地民歌的是下列哪个部分？ A 风， B 雅， C 颂。百人团答题。苏文请回答。一风。你选择的是 A 风。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风，祝贺你答对了。我们来听一下田青老师的讲解。就风啊，是诗经里面的十五国风，就当时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大家都知道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民歌总集，更准确的说呀，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歌词集。因为诗经里边的不管是风还是雅还是颂，通通都是唱的，所有的诗当时唯一的传播手段就是歌唱。民歌有多么重要呢？孔子给他总结了四个字，叫兴观群怨。什么叫兴？就是弘扬精神，振奋斗志。什么叫观呢？就通过
民歌可以反映现实，反映社会。而什么叫群呢？它就是我们的凝聚力呀、啊、就通过民歌让我们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认识我们祖先所传下来的这些精神，所以起到一个凝聚人心、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所以在那个时代，民歌包括这个《诗经》就被称作经，就是经典啊。你今天唱得很好，谢谢老师。谢谢田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目，你击败了百人团的多少选手。击败了27人。王国维说：“诗蒹葭，最得风人深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们百人团里边就有一个小男孩，年龄不大，但这歌声实在是美妙。唱这首《在水一方》，真的让人陶醉。掌声欢迎王宏翔。大家好，我叫王宏翔，今年11岁，住在加拿大温哥华。先给大家亮一嗓子好不好？好的。绿绿草苍苍，白云茫茫，有位佳人水一方，我愿春流而下，找寻他的足迹，却见仿佛依稀，他在水的中央。其实今天宏翔的父亲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欢迎王宏翔的爸爸王东。冯静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为什么始终要给孩子教他唱民歌、唱京剧？实际上在越是住在国外，我感觉呢，越有一种爱国的情思，一种情感。一到春节，一到国庆，一唱起中国的歌，真的会流眼泪。虽然呢，孩子从小受国外的教育，但是我无数次的给孩子说，我们是中国人，走到哪儿我们永远是中国人，所以你必须把中国的文化学好，把中国的歌唱好。所以我真的感受到民歌不仅仅是音乐，它也是历史，是纽带，是血脉。对，是让我们，对，是让我们无论走到多远都能够想起我们出发的地方。是的，我们也再次掌声谢谢王东，谢谢你带着宏翔一起来到我们民歌大会的现场，谢谢。接下来看看你的第二道题目，这是一道音乐题，请看表演。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表演选自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我们的题目是《黄河船夫曲》。这段音乐取材于我国的哪种民歌类型 ？A. 劳动号子 ，B. 山歌 ，C. 小调。百人团答题。苏文答题。A. 劳动号子。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A. 劳动号子。我们看一下百人团的答题情况。击败九人。我们来听一下李松老师的讲解。实际上，作为民歌来说，劳动号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歌类型。那么《黄河》这个作品，它也是恰好，应和了一个国难当头的一个民族的整个的一种文化心态。那么它跟劳动号子之间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号召万众一心、克服困难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基本要素。实际上，它代表了不光是一个黄河边上的劳动人民劳动当中的一种节奏，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整个民族的对民族威望那样的一种要战胜敌人的这样一种决心。这首歌的创作应该说还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激荡人心的过程。著名的诗人关蔚然当年呢在武汉沦陷以后啊，就是带着他的抗战剧团，通过这个陕西这个黄河壶口瀑布进入到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那么在那儿他见识了怒吼的黄河的气势，看到了黄河边上的这个劳动的号子的这样的一种震撼力，所以他创作了长诗《黄河吟》。大音乐家冼星海听了之后呢，激情澎湃，创作了《黄河大合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也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体现。所以在抗战的时候，在中华民族每一个最为伟大的光耀的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都会想到黄河大合唱。其实我倒很想听听咱今天百人团如果发出了这种黄河边的怒吼声的话，是怎样的一种气势啊。百人团今天现场愿不愿意尝试一下？来，缺一个指挥，田青老师，这个任务就交给您了。说诗言志，歌咏言啊，你们在这个现场唱来依然让我们听得热血沸腾，而我觉得这样的歌声也在警醒着我们，在民族复兴的新的征程上，我们仍然需要时刻有奋斗和奉献的精神。好，苏文，听好你的最后一道题目。好。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曲当中唱到了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请问
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地点是 A 甘肃会宁县， B 陕北金汤镇， C 陕北吴起镇。百人团答题。苏文答题 C。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陕北吴起镇，恭喜你！苏文回答得很正确，因为1935年呢，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个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份，在遵义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就遵义会议。到了10月19号，就是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他是以战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将领吴起命名的一个镇。到达吴起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中央红军在这里可以和陕北的红军会师了，标志着这个中央红军的胜利的完成了长征。所以这一个地点和这个时间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谢谢王老师，恭喜苏文，三道题目都答对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你击败了多少百人团的选手？好。击败16人。接下来是苏文的第二首歌曲的演唱时间，你要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唱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呢，我想邀请我的两位好朋友和我一起唱，因为他们呢和我一样，有着自己的工作，但是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百人团当中的选手吗？哪两位？对，曲旺旺和蒲小刚。来，有请二位，曲旺旺、蒲小刚。
让我们来看一看你第二轮的表现。来，请打开评分通道，请各位打分。关闭通道，请亮分。129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两轮演唱加上问答环节最后的得分是多少。好的，来，请亮分。一号选手苏文共获得了273分，祝贺你！谢谢，谢谢大家。有请田老师。你这两首歌啊，选得非常好。第一首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曲调，你选的是这个二人台的这个味道的这首歌，唱得好。尤其你那个真假声的交替，这就是我们民间歌曲呀。那么第二首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是我们的这个应该说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根据陕北的民歌啊，创作的一个民歌风格的一个创作歌曲。我们的红军到了陕北之后，革命的激情取代了过去那种小家小户的个人的感情。为什么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当然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够忘记呀，就是我们的民歌，尤其是革命民歌。所以今天我们听你刚才唱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直唱到刚才唱到黄河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只要是中国人听到这个歌声依然会激动，这就是我们民歌当中的家国情怀。谢谢田青老师点评。我们有请苏文到待定席就坐。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二位选手，来自山东沂蒙山区的宋守莲。大家好，我叫宋守莲，来自山东临沂分县沂蒙山小调三声地，就发生我们老家。因为我生在沂蒙山，长在沂蒙山，就想唱沂蒙山的歌。
我想先请咱们现场的朋友猜一下啊，大姐今年有多大岁数？六十？啊，七十？谁说的？告诉大家，宋守莲大姐呢，今年65周岁。要按民间的说法的话，也66岁了，是不是？对对。但这首歌啊，就是《沂蒙山小调》，听说您已经唱了40年了。不对，我15岁就唱，唱了50年了。50年了。嗯，大姐啊，那接下来啊，咱们百人团就要给您投票了啊，看看你第一轮的表现。好，请打开评分通道，请各位打分。关闭通道，请亮分。74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嗯，请您到答题区。好，欢迎进入到答题环节。守莲大姐，先听你的第一道题目。嗯，好。我们常说的五谷，就是五谷丰登的五谷，在古代指的是麻、黍、稷、麦、菽。这其中黍指的是什么呢 ？A. 大米 ，B. 小米 ，C. 黄米。百人团答题。守莲大姐，你的答案是选这个主见的吧 ？B 啊，您选的是小米。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黄米。其实那个宋大姐是应该会答对的。这个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了这个五谷啊，而且给这五谷安了名了。比方说稻，这得是大米，是吧？然后说这个菽，实际上是大豆，啊，说给这个黍，刚才董老师说这黍就指这黄米，还说到这个稷，这是什么呢？稷这玩意儿是指的是小米，啊，还有一样呢叫做麦，那就是小麦。老百姓日常吃的都是这些东西，而且这个《论语》里边不是说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就说明在春秋的时候，这五谷它就已经有了。所以这五谷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对粮食的分类，成为我们民歌吟咏的对象。好，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宋大姐。我们接下来是一道音乐题，我觉得我们现场既然百人团大家都会唱，都能唱，不妨请选手把这道题目唱出来，好不好？我们请来自山东的雨洁。你好，雨洁。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雨洁，来自山东潍坊，然后现在呢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雨洁把下面这道题目唱出来，有请。到主舞台，题目是这样的：这首歌曲里，因为在唱词中频繁出现了"包楞"一词，所以叫"包楞调"。请问，"包楞"作为衬词模仿的是下列哪种声音 ？A. 纺车 ，B. 水车 ，C. 马车。百人团答题。请宋大姐答题。我该觉得是哪个 ？C 马车是吗？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纺车。我们来听一下李月红老师的点评。
这个纺车呢，确实是一个通行的一个说法，但是呢，这个纺车的声音的确咱们也感觉太快了，是不是宋大姐？对。说起来，这个咱们民歌呢和这个生活啊，确实关系特别密切。比如说，这个劳动生产没有民歌不行。前面我们提到劳动号子，有些就直接相关的，不喊号子那活就干不下去。所以说，这个民歌呢，就是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谢谢李老师。好，没关系，大姐，咱们还有最后一道题目。好了，请听题：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是拍摄于1961年的电影《红日》当中的插曲，故事背景是1947年发生的孟良崮战役。请问，孟良崮战役发生在以下哪一个革命根据地 ？A.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B. 延安革命根据地 ，C. 沂蒙革命根据地。百人团答题。宋大姐，您的答案是？可能是革命老根据地得去那个。C 是吗？是啊。这就是您生活的地方呀，您的家乡啊。啊。C 沂蒙根据地，正确答案是。C。孟良崮战役呢，是在解放战争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孟良崮战役，它因为它消灭的是国民党的这个五大王牌主力的之一的74整编师，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呢，为中国革命的最后的胜利出了很大的力。比如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作为三大战役中间的关键性的一仗，当时出动的这个民工啊，出民工的人数达到560万，所以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就是沂蒙山的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今年呢，刚好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90周年，在这么一个节日里边，我们对沂蒙山区的人民更多的带着一份崇敬之情，他们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致敬，表示感谢。我们来看一下您击败了多少百人团的选手。11人。接下来宋守濂要演唱的第二首曲目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一座座青山水难分一家。
来，请大家给宋大姐这一轮的表现打分，请打开评分通道，请各位打分。关闭通道，请亮分。127分呐、啊！我觉得呢，我们这一代人呐，真的有一个责任呐、啊，什么责任呢？就是不管我们把民歌唱好，我们还要让年轻人把民歌唱好。民歌里最重要的是那个乡土气，是那个味道，是那个韵。所以我想你唱的这个歌，唱得不错。我们民歌大会也好，我们中央电视台最近办的这些好的这些个接地气的节目啊，其实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的今天的现实要和历史，要和我们的传统要能接续上，不要让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断顿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些个事情的一个初衷啊。谢谢彭青老师啊。那三轮加在一起到底会有多少分呢？能不能超过我们待定席上的一号选手？我们拭目以待。来，请亮分。有，宋大姐，快了，快了，乐白一身轮。哎，没赶上那个小子。在这里，我们掌声送给宋守莲大姐。好。来，哎呀，你也情真有味哈，好，好好的唱，哎，继续唱给大家。好了，谢谢了哈，好了，我走了啊。民歌离不了我，我离不了这民歌。希望这个后边的这个演员加劲儿，鼓劲儿啊，演好。虽然舞台时光短暂，但我们相信宋大姐回到家乡以后，会继续和乡亲们一起歌唱着沂蒙山的传说。那接下来啊，我要为大家请出我们本期中国民歌大会的助阵嘉宾，为大家演唱一首《沂蒙颂》。有请本期中国民歌大会的第三位选手次仁央宗。大家好，我叫次仁央宗，来自西藏拉萨，自己作为一个民歌手来参加这个中国民歌大会感到非常的荣幸。
好，杨宗。老师您好。您好啊，被人们誉为高原明珠啊，是不是现在特别想知道自己的得分情况？是的，特别想知道。让我们一起为杨宗第一轮的表现投票，请打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杨宗这一轮得到了多少分，请亮分。92分呐！谢谢。接下来，董卿可能问你的问题啊，都跟咱们藏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来，我们有请董卿，请你进入答题区。嗯，有请词人杨宗。我觉得你的分儿一出来呀，在我身边的苏文多少有点紧张了。杨宗，请听题。接下来你会看到舞台上三位演员身着来自西藏不同地区的服装。请仔细辨别中间这位姑娘身上穿的是西藏哪个地区的服饰 ？A. 昌都 B. 阿里 C. 纳曲。百人团答题。杨宗答题。B. 阿里。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阿里。我觉得第一道题的话，西藏那边的服饰的文化对我来说难不住的。这是对你来讲是比较轻松的一道题目，但是对很多可能没有去过西藏的这些选手来说就有点难度了。你跟我们说说吧，这其余的两身衣服是哪个地区的？这边的是纳曲的。嗯，纳曲藏北草原的。嗯，然后最边上的是昌都芒康的。那中间这个阿里的这个藏区的服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来听一下吕月红老师的讲解。据说呢，这个阿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孔雀河，它这个头饰还有呢它这个两边的这个装饰，这个就是也是模仿这个孔雀的这个头的这个形状然后它的那个身上那些圆片圆的那个装饰呢是这个模仿它的那个就是羽毛开屏的时候那个样子，还有呢就是下边开叉的它那个尾翅都有这种模仿，好像整体上像一只孔雀一样，就表达了那个藏族同胞对那个生活的美好的那种祝愿。我们来看一下你击败了多少百人团的选手。59人。接下来第二道题目是一道音乐题，我们先来看一段表演。Thank you.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一段以鼓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舞蹈呢，在当地被称为是热巴舞。我们的问题来了，热巴是一种以鼓舞为主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请问除了西藏，热巴舞还流传在下列哪个地区？ A 贵州， B 青海， C 广西。百人团答题。请问你的答案是？藏族这个民歌这个问题的话，我只有99%的把握能够答对。B 青海，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B 青海。热巴舞在藏族文化里边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分布，在除了在西藏，实际上云南、四川、青海。都有分布，虽然都叫热巴，但是各个区域都叫热巴舞，有很不同的解释。比较多的呢，有跟宏大建筑仪式有关，也跟最基础的平民有关。因为热巴这个词，它有布衣的意思，实际上是身着布衣的人跳的舞蹈，它又很民间。也有呢，它甚至有的地方把它跟杂技联系起来，就说明它有很高的技巧性，所以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存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目，你击败了百人团的多少选手？22人。我们接下来第三道题目，我们请百人团当中的选手把那道题目给你唱出来，好不好？有请郭乾坤。我叫郭乾坤，来自清华大学，我是清华大学的一名艺术特长生，我的家乡是山西阳泉。你接下来要为我们唱的这首歌曲是歌唱二郎山。二呀嘛二郎山，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从郭乾坤的这首歌歌唱二郎山，我们的题目是，请问这首歌传唱的是哪一条路？ A 滇藏公路，B 青藏公路， C 川藏公路。百人团答题。此人杨宗。C。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C 川藏公路。祝贺你。这个二郎山啊，歌唱二郎山这首歌啊，是一个有来历的歌，应该说啊，这是一首英雄的歌曲，军人的歌曲，奉献的歌曲，当然更是一首红色的歌曲。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它打通了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道路，也就打通了从中原从内地到西藏的一条道路，主要是歌颂我们伟大的军人，我们伟大的筑路部队，也歌颂在为川藏线的修筑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这首歌它既有非常明快的鲜明的民族的特点，同时它又有红色的和英雄的这样的深厚的内涵。谢谢康老师。其实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是在同一年建成通车的，1954年。
整整60年后，2014年被人们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通车。我想，这条路对于所有的西藏人民来说，都是一条发展的路、团结的路、幸福的路。我们来看一下你击败了多少百人团的选手。36人。那接下来呢？次仁央宗要演唱的第二首歌曲就是《天路》。来，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一轮的得分情况，请打开评分通道，请各位打分。让我们来看一下央宗这一轮能够得到多少分，请关闭通道，请亮分，128分。你唱得太好了，谢谢老师。我特别偏爱这个藏族歌手。哎，我听到这个藏族歌手唱歌，我就感觉到是如沐春风啊。刚才这你唱了一个《天路》，在此之前呢，本人团的一个歌手唱了《二郎山》，这两首歌呢都和路有关。有些人对我们不理解，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修路，而且我们中国人最近还提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一带一路，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们，不光是物资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啊！修路在人类历史上，不但象征着物资的交流、人心的交流，而且象征的是和平。路就是和平之路，也是人类通向幸福之路。谢谢老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你的总成绩，两轮演唱加上问答环节的得分，一起来看一看能不能超过他。请亮分。337分。毋庸置疑，肯定是超过苏文了。来吧，苏文。谢谢谢谢。怎么样，苏文看到他整体的表现，坐在那儿是不是坐不稳了？对，坐不稳哈。对，但我相信你心里很高兴。对，是吧？我们每一位选手，我相信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但同样
看到同伴在这个舞台上有特别精彩表现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发自心底的为他喝彩，因为这是我们中国民歌的骄傲。朱文呢，再见。好，恭喜，加油。好的，再一次的祝贺杨宗，有请杨宗来坐上待定席。他唱的第一首歌，已经震撼到我了，我觉得肯定会为他击败。累不累主，其实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想把自己想唱的歌唱给所有的朋友。作为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他用实力和勇气征服了全场观众，让我们祝福泥塑艺人苏文，希望他能够带着歌声继续踏上新的征程。有请本期的最后一位选手张红丽。我叫张红丽，来自山西忻州，我的职业是一名戏曲老师，也是一名民歌演员。我的兴趣爱好也是戏曲和民歌。真好啊！谢谢。不过我说唱得好没用，咱们要看看百人团到底能给你这一轮的表现给出多少分。来，请打开评分通道，请百人团打分。请关闭通道，请亮分。72分。红丽是一位戏曲老师。对。是唱京剧吗？对。哦，那你在这个京剧当中，你是唱什么样的行当？老生。我不信，我真的不信。真的是老生。你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唱上两句？
有请我们的选手进入答题区。你好，红丽。董老师您好，请听题。刚才你演唱了一首《桃花红杏花白》，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左权开花调，请问左权县的原名是下列哪一项？ A 辽县， B 孟县， C 祁县。百人团答题。红丽答题。辽县。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辽县。它叫辽县呢，是在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才确立为叫辽县。但是30年后，在1942年，这个一次战争中间，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这个5月25号就牺牲在辽县了。后来呢，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辽县改名为叫左权县了。左权因为有开花调，因为有小花戏，也被命名为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左权的开花调更是纳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你击败了百人团的多少选手？一起来看一看。86人，哇，这个真是一个高分了，出乎你的意料吧？对，祝贺你，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两位左权开花调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手，一位是石占明，一位是高宝丽。在他们的歌声里呢，也蕴藏着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有请二位。在歌曲当中有一句歌词是蜜蜂落在窗眼沿上，想亲亲想在心眼沿上，请问这一句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 A 比兴手法， B 借贷手法， C 双关手法。百人团答题。
请问你的答案是？比心手法。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比心手法。这个赋比兴呢，我们知道这个《诗经》里边，这三种手法，它是怎么说的呢？是赋是直陈其事，有很多《诗经》里边的民歌啊，还有一些文人作品啊，它都是直接讲故事的，铺陈这个事情，那就是赋。比呢，就是取物为比，就这个比作那个，这个非常好理解啊。我们今天就觉得是比喻就对了啊。那么这个兴呢？在这儿不念兴啊，念兴。兴是托物兴词，就是你唱一首民歌，你不能上来就直接说这个事情啊，直接说这个你要表达的那个主题太突然了，所以呢，就一般的来一句这个描述你眼前看到的情景的，有的呢和这个中心意思有这个衬托的这种作用啊，像这一句。就叫起兴。红丽唱的这个桃花红杏花白，我们知道是流传在太行山这一带啊，像左权呀、五星啊以及周边地区，这个歌种叫做开花调，它里边肯定也是很多歌用了这个兴的这个手法。我们来看一下你击败了百人团的多少人数。27人，我们百人团当中就有一位，虽然不是山西人，但是跟你一样特别热爱山西民歌，我觉得可以让他来展示一下。范青，你好。你好，董卿老师，各位好，我叫范青，来自美国芝加哥。这样，你先唱一段山西民歌给大家听听。好的。下河西上，双腿得跪在石头上，那小青歌得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搓一搓衣裳把小辫甩呀，小青歌得小青歌得亲呀个亲呀得呀个得，小妹妹河边她把之前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对吗？是生物学的博士。我在西北大学也从事病毒研究。那你为什么会要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回来参加这个大会呢？因为我喜欢唱歌。其实在美国啊，有很多像我这样喜欢唱歌的人，尤其是好多读书在国外的，好多人还是喜欢吃中国饭，说中国话，那么当然更喜欢唱中国歌。我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实际上不是我自己，我的好多朋友，我说我该不该去，他们说去，你可以代表我们好多喜欢唱歌的人。非常好，我很喜欢福楼拜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艺术和科学总是在山顶相逢，也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样一片无比美妙的属于你的山顶。我们也再次掌声谢谢范青。好，接下来是属于我们张红丽的最后一道题目的时间，请听题。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人民为了保卫故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请问下列哪场战斗发生在山西境内？ A 台儿庄大捷， B 平型关大捷， C 万家岭大捷。百人团答题。红丽答题。平型关。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平型关大捷，祝贺你。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你击败了多少百人团的选手。好。
128人。接下来是张红丽的第二首歌曲的时间了，她要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人说山西好风光》。我们首先呢，有请我们百人团和各位点评专家，为红丽这一轮的表现给出你们的分数。来，请打开评分通道，请各位打分。请关闭通道，请亮分。134分。我们今天整场演出是以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开场，以人说山西好风光结束。这一前一首两首歌啊，互相首尾的呼应非常的好，非常的妙。假如说第一首歌，这个老少公他是代表中华民族在诘问，提出一个问题，有多少弯呢？天下黄河99道弯，象征着中华民族多少艰难困苦，还有多少路要走。但是到了乔羽、张迪昌所创作的这首歌里，已经完全是一片新气象了。今天是高天丽日，我们这么多的民歌爱好者聚集在这里，在国庆之日，在高天丽日之下，唱我们祖先的歌，唱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根据我们祖先的传承而创作的新民歌，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的国庆，我真的应该给我们电视台的导演们点个赞，了不起。特别赞同刚才这个田青老师的这段精彩的点评啊，咱们这个中国民歌大会这个第一期啊，来了很多的选手，从他们的歌里边，从他们用心用情的演唱里边，能够听出什么来呢？能够听出我们的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信、生命的自信和他们对自己人生的自信。接下来
我们将要揭晓本场的中国民歌知识达人，由百人团中答题速度最快、正确率最高的那一位获得。到底是谁呢？一百位当中，来，让我们一起揭晓答案。我们百人团当中呢，只有一盏红灯，那位就是我们的中国民歌知识达人，恭喜你。志军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周建宇，来自山东烟台，今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然后即将进入清华大学和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共建的全球创新学院继续攻读数据科学与信息技术的硕士研究生。哎呦，这地地道道的一理工男呐！啊，你对中国民歌很感兴趣？对，我平时也在合唱团。我们学校的，在这儿呢也恭喜你啊，同时祝福你，也祝你在异国他乡学习进步，学成之后尽快回国报效祖国，好不好？哎，谢谢周老师，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你的综合得分，两轮的演唱，还有问答环节的得分，能不能够战胜杨宗，坐在那个待定席上？请亮。分，346分，那词人杨宗呢是337分，不好意思，杨宗，你得到这儿来了。好的，首先恭喜红丽，恭喜红丽啊，恭喜他。还好，你要再见了。那是给大家唱首歌，还是说一说心里的感受？我想离开这个舞台之前，还是想用这个歌声，来表达对中国民歌的这个敬意吧。次人央宗如雪于高原般纯净的天籁之声，已深深印在观众们的心中。最后出场的张红丽在演唱和问答环节中以绝对优势成为本期擂主，在第二期里他又会遇到哪些对手，面临什么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也要再一次的请上我们其他两位选手，来，有请。我们也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其他几位选手，感谢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倾情的演绎，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在将来的民歌之路上越走越好，把更多的民歌介绍给中外的朋友，让大家通过中国民歌更多的了解中国灿烂的文化，再次的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也来到了我们中国民歌大会第二季的现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老师。郭兰英老师啊，这一生唱了许许多多流传甚广的经典的作品，应该说这些作品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想问一下，今天咱们今天在座的有人会唱郭老师的歌吗？后边那个穿红衣服那个小姑娘，对对，
我觉得你这个服装跟郭兰英老师当年唱好多歌时候的服装差不多，你这样好不好？你代表大家在这儿唱几句郭老师的歌。那我唱一首《南泥湾》可以吗，郭奶奶？可以。郭老师依然这样精神矍铄啊，我觉得这跟中国民歌也是有关系的。我听说您现在还是在唱，而且呢在教学生，对吗？教学生。在教学生啊，这是传承啊，对我们年轻一代应该把我们的民族歌剧民歌传下去，这是我的责任呢。责任啊，我发现说到责任的时候郭老师眼睛都在放光。您打算教到什么时候？教到什么时候啊？都可以，教到我不能教了，再说了。其实我觉得您一直能教下去。嗯，谢谢。您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您的学生也在教学生，您的学生的学生也还在教学生，这就是郭老师刚才说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不光要传承中国民歌的演唱，更要传承中国民歌所内涵着的那种精神，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我们再次的把掌声送给郭老师。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在这国庆佳节之际，就让我们再一次的聆听那激荡人心的旋律。朋友们，
在这深情的旋律当中，中国民歌大会第二季第一期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唱响中国民歌，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亿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也让我们在歌声中唱响全国各族人民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喜悦心情。中国民歌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精神。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民歌大会第二季第二期明天再见。